好，下面请您欣赏相声《吃月饼》，表演者郭德纲、于谦。谢谢，哟呵，送花的来了啊！谢谢，我挑一个啊。哦，我来这个。哦，都是给于老师的啊。我给送的酒啊，你们就灌着他吧。烫头那卷儿没拿来。嗯，都知道于老师三大爱好啊，说的都不齐。嗨，咱们再来一回啊。嗯，于老师三大爱好，这有意思吗？这个挺有意思的啊。听相声可不就这位啊？刚才是高峰、栾云平，是栾云平是我徒弟，高峰是我师弟。对啊，高峰、我、于谦，我们仨算是叔伯的师兄弟。没错，我的师父呢是侯耀文先生。嗯，他的师父呢石富宽先生。对，高峰的师父是范振玉先生。范先生可惜三位先生都去世了。没在这个，没有，我师父还在呢。嗨，哪差这十天八天，谁说的，哪儿就十天八天就没了，要好还能坚持行吗？且且活着呢。但是按私交来说，他跟高峰是最好。对，因为他们住在一个小区，是北京大兴往南边去有一小区。嗯，天堂河也不什么一个是火葬场啊，您说那个还没到，在炉子后头他们。哎，这好嘛，说话就烧。反正俩人住一个院，嗯，关系特别的好。嗯，有时候哥俩在一块喝个茶聊个天儿，写个作品。哎，一块儿吃完了晚饭，两个人上街。你等会儿，你等等，说话就不。什么叫晚饭？应该叫晚饭。吃完了晚饭啊，哥俩没事院里一遛弯，嗯，兄弟情长。哎，就这么好。那回出去遛弯就还出笑话了。出什么笑话？俩人吃完了晚饭，饭 嗯，顺着小区这么走，嗯，这儿看看那儿看看，呵，大烟筒还冒烟呢，还是火葬场啊？这个，别的企业，别的企业啊。哎，俩人走走着走着，面前出现一个很好玩的景象。什么东西？有一摊那个小狗拉的便便。您就说狗屎就完了。于谦多坏呀！ 啊，高峰，嗯，敢吃了吗？干嘛呀？吃了给你10万块钱，跟他打赌。高峰多聪明，就是把筷子就掏出来了，嗯，咔一撅，不吃，扔了，又把勺掏出来了，啊，他看可能有点稀。吃完了，嗯，于谦，嗯，给10万块，当时就见钱。于谦说：“谁出来带10万现金呢？”就是，回家再给你吧。啊，俩人就往前走，嗯，走着走着又发现一坨，哎，比刚才那个大，这比狗都大。这个，于谦站在这儿，嗯，亚拉索有那么高吗？这个，这得多大呀？这个，高峰乐了，啊，于谦，你敢吃吗？打吃了我也给你10万块，枪火吗？谦儿台少来，真是，我知道你不会借给我那勺的。哎，这嗨，我是为这个感情。高峰把勺给他了啊，于老师接过来，不能输了他呀。吃完了，嗯，给10万块，要钱。高峰也乐了，嗯，你出来没带，我能带这么些钱吗？也不给吗？得了，咱俩扯平了，嗯，谁也别给谁，请请。你太缺德了！你，我们俩出来就为吃这两泡屎来的是吗？就是锻炼身体呗。废话，我说吃完了晚饭呢，这个晚饭，这是晚饭吗？这开玩笑，闹着玩，谁跟 谁能吃了那？是不是？嗯。但是于老师跟高峰都算是好演员啊，您又捧了，都认真。嗯，作艺是最难的了。对，您各位，您记着，您也会说话。嗯，您花钱来坐这儿听我们说话，这。这到底是为了什么？哎，这嗨，又来了，是不是啊？嗯，所以说咱们得下功夫。嗯，有人说哟，刚开始学着不行啊。啊，有的年轻的孩子们也是怎么不灵，没人乐。对，别着急，别着急。哦，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对，要有愚公移山的精神。愚公移山，这是个民间传说。哦，怎么个意思？一共是五个：孟姜女哭长城、哎、牛郎织女、梁山伯。数出一个就加上是吗？啊、对对，这我说了算啊。这个愚公移山怎么回事？愚公啊，一老大爷，
家门前两座山，嗯，一座是王屋，一座叫太行山。这对，这山了，哎呀，碍事儿了。嗯，老头咬牙切齿发誓，哦，一定要把这两座山移走。对，把山挪开。哎，这样的话，我们的生活就会好一些。是 ，WiFi 信号就足了。哎，这嗨，这山挡着信号了，合着天天拿铁锹上那刨去。哎，这俩活干的，街坊邻居都看不过去。嗯，有一大爷说他，你疯了啊。你什么时候能把两座山刨了呀？真是，愚公说了，嗯，我死了还有我儿子，哦，我儿子还有孙子，是我们家有很多的孩子，嗯，子子孙孙无穷尽，对，早晚会把山挪走，名言，就这点话惊天动地，对，老天爷都听见了，是啊，说这个人太了不起了，哦，啊，子子孙孙家里好多孩子会把山移走的，是。感动之后要帮助他，怎么帮助他？老天爷派了很多的神仙到他们家，嗯，帮他生孩子。对，没听说过，啊，太缺德了，这老天爷。要不说民间传说确实让人很振奋，啊，没听。您就要学老天爷是吗？用帮忙说话，不用。好啊，但是这个故事从小，嗯，从小我父亲就给我讲过这个故事。是啊，就告诉反正你得努力哦，啊，你得好好用功，千万的别丢人哦。你丢人不要紧，你给家当然丢人了。就是，爸爸跟着喊着，你可别忘了我是你爸爸。你冲那边说去行吗？哪儿你就冲我这儿点的手。我说老爷子您放心，哎，这转过来吧，你这是，这冲我说多好呢，你说这个说这个意思。所以说演员要用功啊，而且最重要的调整心态。这对，有人家红了向人学习哦，不能人家红了，哟，咱们上他们家。闹事去吧，啊，咱上网骂他吧，哟，这就没意思了，这不好，谁好谁带着，那可不是不是，嗯，有的时候咱们老说，哟，咱们得学习各国的先进经验教训，哦，其实各个国家人呢，他那个心态我们都值得学习，是吗？你举个小例子啊，啊，不管是谁吧，就是邻居，哦，嗯，花100万块钱买辆汽车，哦，美国人看见了，嗯，美国人，哟，邻居买这么好的车，嗯，我得买一个比他还好的车，哦，比美国人，哦，韩国人就是。我得学学他怎么赚的钱，哦，这么想。法国人啊，嗯，借他那车泡妞去。嗨，美国他不一样。那要说相声的碰见，说相声，嗯，他买辆这么好的车，对，晚上给他车上挂一日本国旗。哎，呵，哎，还是很好的解决了问题。哎，还是您了解说相声。好，我跟这行九死一生。那是啊，啊，用旗子说话啊？不，就不用不用。嗯，下回你来白大褂当件花圆心我呀。所以说，调整心态还要用功，从小好好的练。对，三十不学艺哦。说我这35了，想说相声，这就吃力了，晚了。为什么德云社一直就开了一个那个培训班呢？啊，包括我们自己的孩子们也是在自己家学出来的。对，德云社有一个传习社是。啊，就是包括岳云鹏啊，嗯，孔云龙啊，栾云平啊，烧饼啊，嗯，包括我儿子郭麒麟，嗯，都搁在那儿上课去，都是学生，都得从小熏陶，嗯，对，老师也没有外人，都是我们后台这帮人，哎，都是这样。你比如李文山先生啊，教相声理论，哦，理论，哎，谢天顺先生呢教相声基本功，哦，哎，郑豪老师呢教文史知识，是啊，这个孙越呢教体育，这个人才难得啊。高峰老师教生理卫生啊，长项那错不了啊。于老师是总城管，打人的，我是总城管，什么意思？就是总负责人，搁哪儿都成，什么事都管。好，搁一块儿说了，总城管，嗯，什么意思呢？八路救火就是他。怎么个意思？哪节课出问题，哪个老师来不了，谁替啊？于老师，哎，那我是混儿似的。哎，于老师就就跟我媳妇儿似的，没听说过啊，就什么都盯了。举个例子啊，嗯，早晨起来，嗯，学艺的，啊，搞艺术的，早晨起来都得有早功啊。对呀，不管唱戏的也好啊，唱大鼓的干嘛，都是一样，都得说相声。早晨起来5点钟起床，嗯，6点钟就开始院子里跑步了。哦，活动开了，对，一会儿才能够上课呢。嗯，还有6点钟，嗯，学生们都站好了，嗯，请孙老师，请孙老师，孙越。有人见过啊？德云社那大胖子叫孙越。对呀，啊，300来斤，嗯，大胖子，每次出去演出去坐飞机，嗯，他都得买2张票，坐不开，2张都靠窗户，那就这一排就包了，他就
坐在这谁也过不去了。就是就这么胖、啊、他负责教体育、啊、他行吗？早上起来学生们站好了，六点站好了、哦、请孙老师，请来吧。孙胖打宿舍出来啊，哦，300来斤 啊, 啊，俩学生搀着他，呵，蹭出来到操场那儿、嗯、一站、哦、后边单有人给搬椅子，得坐呀，那一般椅子不行、哦、得那个老式的红木那圈椅、哦、那个才能坐得住，坐得开。操场上摆好了、嗯、孙老师往这一靠、哦、俩学生过来往里边塞肉，哎呦，好家伙，这得多少肉 啊, 啊，塞在里边把这圈赠满了。哦，哎，孙老师体育课吗？啊，脖子上有一个哨，哦，拴好了绳子，这有一哨，对，拿起这哨来，嗯，还没吹呢就喘了，嗯，学生跟人等着，啊，预备跑啊，一吹就好跑啊，对呀、啊，这点气儿要吹多好，20分钟，嗯，搁在嘴里，嗯。行了、啊、死了，就这咽气的这一口气，合着是就是两边这俩孩子不动、嗯、哦，其他的哗跑步跑了，这俩赶紧过来、嗯、抹子前胸捶打后背，哎，往过撅，再把他叫醒了，是啊，可你说这是常事吗？啊，经常就是吹完哨之后，嗯，因为孩子们有人看着他好好跑，哦，老师一条昏死过去了，嗯，就没事了，那就玩去了，就得让于老师来，我代课，哎，于老跑出来，对，看看孙胖子这儿，哎，鞠四躬，还是死了、嗯，追着孩子们跑、嗯，跑吧，谁也别停，我监督跑，嗯，一节课，哦，跑45分钟，多累，是吗？嗯，行，解散，完了吗？解散，孩子们吃早饭，哎哎，于老师紧跟着等着、嗯，看哪个班叫他来，我还得替。一般来说，第二节课还得用您帮忙。我这还帮什么忙啊？第二节课是我们的老先生李文山先生教的相声理论，那就让他们讲吧。李先生是每天都得迟到，哟，干嘛那么迟到？岁数太大了，哦，而且呢，家住的稍微的远了一点。他住在哪儿？科尔沁。哎，哟嚯，不来好不好啊？你这早晨3点啊，坐车往这儿赶。哎，他这是执着呀、啊，那错不了，天天迟到。所以这节课，嗯，就得谦哥来盯着。早换我上多好。就是，嗯，这儿跑完了之后啊，嗯，直接跑到教室里边。哦，哎，相声理论啊。但是列位，您知道，嗯，跑45分钟，喝一肚子气儿，可不是吗？乍一进教室，往这一站，不舒服，喝风，就这点气儿啊，嗯，上不来下不去的。是，要真下去了，嗯，这屋里就待不得人了。哎嗨。那还是别下去了，一屋说相声的孩子个顶个都坏呀、啊！啊，你让他们要逮着，嗯，北京话就得切的你，这笑话我呀，就是老拿这个事儿说你。对了，谦儿哥忍着，憋，忍着脸都蓝了，至于不至于吗？俩眼睛都看见气儿，嚯，冒泡了都。想一好办法，什么办法？堵上。这是谁想的好办法呀？这就是学校教务处开会给商量的主意。哎呦，太没溜了啊！赌什么是个问题？这可是大事儿。来个葡萄，嗯，容易碎了。经验之谈。嗯。葡萄削微的小了一点点。哎呀，还小。来个榴莲，嚯，又稍稍的大了一点点，不是稍稍，就是大了啊，大了一点点。嗯，来个枣，嗯，有核啊，有核怎么了？发芽了怎么办呢？不至于的，这能我赌多长时间呢？这个枣不行啊，来个酒枣，嗨、哎，上头怎么办呢？哎呀。想得太全了，是不是啊？最后想起来了啊！哎，有一个朋友在西山那儿开了一个射击场，干嘛呀？有那个用完的那个子弹啊，弹壳哦，紫铜的哦，大小、状态、嗯，凉热嚯、哦，价值都很好哦，考虑的很周全。人家给了于老师一个，嗯，给您这个吧，哦，这么大，嗯，
于老看看，你们不是还有炮弹吧？快去，还是拿榴莲来吧。你看看啊，就这么大一子弹头，嗯，在这头呢打了一个眼儿，哦，穿了一根绳子，方便携带。嗯，没事的时候挂脖子上。啊，我也太不嫌脏了，我感觉不好的时候就拧扔。哎，好嘛，方便，不就是个办法了吗？啊，但是啊，不能老拧着啊，适当的也得拔出来呀。对，透透气儿。谁透气儿啊？这是，要不然会憋死的啊。上哪儿弄去？教室里不行啊。嗯，就奔厕所。哦，那儿方便。进来了。瞧瞧这屋没人，我这做贼呢。嗯，上那屋男厕看看，我女厕待着呢。我直接奔那儿去多好啊！我走错了，走错了，看半天啊，看看有人没人吗？啊，有人怎么办呢？有人就没走错呗。嗨，没人，奔男厕所啊，男厕所也没人啊，那行。李老师很开心，是解裤子啊，好吧。很形象，拔出来了一股子白烟啊！不至于，我闹狐狸呢，我这是、嗯、拿着很开心，没人啊，拿着绳，别玩了，这什么地方啊？你墙上有一钉子，这干嘛呀？挂钉子上、啊、哦，解裤子啊，蹲那方便方便是，哎，正方便呢，嗯，打外边进来胖子，这是孙悦。这儿碰上了，缓过来了啊，起来了，解手啊。嗯，孙悦先把这哨摘下来的，行了行了行了，也挂这儿了，是吧？肯定是挂那儿了啊。孙悦蹲在于老师旁边啊，裤衩裤衩裤衩，好家伙，于老师支棱耳朵一听，我干嘛？裤衩裤衩裤衩，怎么、嗯、勾起食欲来了？我至于不至于？我干嘛那么大食欲？想起来一样好吃的什么呀？芝麻酱和红糖。哎呀，我这个联想力太丰富了。一会儿得买点这个吃。啊，这提裤子，系好了。嗯，啊，往外走。嗯。赶紧又回来解裤子，干嘛？没擦屁股。哎呵，我太急性子了，你擦完了，系上往外走到门口。嗯，我那小宝贝，什么小宝贝？没用上啊，又怕胖子看见，是还往这蹭，那影着点。哎呀，嗯，摘下来了，摘下来了啊、嗯，偷偷把裤子解开了。啊，哎，好嘛。囊进去了，也是清，系好了裤子，嗯、芝麻酱和红糖，别想这个，可以来一大碗，嗯、啊，拿勺蒯着，哎呀，裤衩裤衩，这是吃的吗？这什么都裤衩裤衩的，想想都开心，哎呀，待会儿有时间一定要吃啊！这儿出去了，孙胖子人接完手了，是啊，孙悦提好了裤子，嗯，把这拿下来。挂好了，嗯，含在嘴里，哎呦，这也是味觉不太发达，嗯、太胖了啊，这至于吗？出去，于老师进教室，啊、哦，孩子们这正闹呢，还没来啊？啊，哪还没来呢？于老师呢？于老师呢？啊，郭麒麟坐头一排，啊，你儿子，他最小，哦，后边什么岳云鹏啊、烧饼啊、孔云龙啊，就这一堆，挨个坐、啊、好几十个孩子，嗯，于老师打外边进来了。一会儿下课啊，嗯，吃这个去，还想呢，裤衩裤衩，嗯，哎呀，芝麻酱火红汤、嗯，高兴，一高兴人就松弛了。哦，您这个太细致了，我跟您说，一松弛就憋不住。哎，您应该去讲生理卫生去，我是校长。啊，于老，你看又忘了不是？啊。于边老师呢？这您还是从头说。于老师就很松弛嘛，嗯、啊，站在讲桌那儿一挥手，哦，身体的中后偏下部啊，啊，很匀称。嗯，教室里都愣了啊，孩子们，
他也很尴尬。我这是尴尬吗？我尴尬就这样，遮掩一下。没听说过，没人说话啊。三分钟，嗯，我儿子郭麒麟站起来了。他说：“于老师啊，我实在跑不动了。”哎，这以为又开体育课了呢。你再吹哨，我也不动了。没听说过，大伙儿都乐。嗯，这脸上挂不住了，可不是吗？啊，枕着个脸，嗯，跟孩子们呢啊，师道尊严。嗯，郭麒麟，嗯，不尊重老师，就是。待会儿课间休息啊啊，让他们都出去玩去。嗯，我买芝麻酱吃。哎嗨，你把屋里扫一遍，做卫生，罚你做卫生。嗯，挂不住。嗯，哎，好歹讲讲吧。啊，哎，一会儿功夫下课了，孩子们都出去了。嗯，于老师拿个碗出去了也。哎，我买去了。嗯，屋里就剩我儿子了。啊，小孩呗，拿笤帚划拉划拉呗，扫扫吧。也知道就是诚心惩罚。嗯，划拉划拉，扫完了生气。嗯。我说什么了？我这跟逗着玩的，急了。嗯，我儿子是他徒弟。对呀、啊，你看我是你徒弟，你是我师傅，你怎么这么不给我留脸呢？嗨，一屋子师哥师弟了，你让我扫地？嗯，我跟你开个玩笑。开什么玩笑？要不是孩子淘气呢？嗯，就奔讲桌这儿来了。嗯，讲桌后边有一座，啊、于老师得天天坐那凳子那儿。对，座上有一垫儿。嗯，把这棉垫拿开了。哦，郭麒麟一解裤子，嗯，在这椅子上给来了泡热的。呵，哎呀。太难受了，嗯，又把这垫儿给盖上，还盖上。明人不做暗事啊，郭麒麟给留个条，写仨字儿，啊，我拉的。这孩子多局气，那错不了。嗯，搁到桌子上，嗯，出去玩去了，去吧。于老师回来了，嗯，这是吃完了，这是好吃啊，嗯，芝麻酱和红糖，嗯、一大碗，想着都美，嗯，裤衩裤衩全吃了，这还。哎呀，好啊好，嗯，哎呀，孩子们还没回来呢，嗯，坐着吧，一坐，他往下出溜，哎，哎，这样喝，哎，哎，这不想想什么原因呢？座有问题，啊，芝麻酱和红糖，谁说的呀？我说怎么那么类似呢？这玩意儿，我这刚吃完就出来了，没听说过。哎呀，刚好，真缺德啊！伸一个指头，嗯、啊，哎，哎，得亏尝尝，要不坐上了。废话，非尝才能尝出来呢，是吗？凳子踢在边上了，嗯，耶，桌子上还有一条，嗯，仨字儿，嗯，我拉的，嗯，太嚣张了啊！这是太嚣张了，肆无忌惮。门开了，嗯。岳云鹏进来了，哦，在操场玩一圈回来了。嗯，于老师，嗯，站着，念什么呀？问他，哼，我拉的，啪！哎，对，拔角的了。站那儿，嗯，傻了，那是啊，去吧，打，这怎么的了？站。罗云平进来了，嗯，啊，于老师，嗯，念念。不认字挨打了吧？还笑人家呢！我拉的，哼，啪！又打上了，站那去、嗯，认识也挨打。这好，谁知道什么事？简短截说，嗯，二三十个孩子，一人一大嘴巴，全打了，都跟那戳着。嗯，最后郭麒麟进来了。哦，啊，辛苦各位，辛苦、哎，有什么可辛苦的？啊，辛苦，受累了，受累了。嗯，师傅好，叫师傅。念什么呀、嗯、谁拉的嗯连字儿都不认识真是我拉的这嗨这二十来人不干了啊你拉着你打我们全乱了套了这屋里要起义那叫干嘛呀要憋着打于老师你这叫动手门开了啊李文山先生来了可来了哎嗯可累死我了嗯打客儿亲到这儿可不进来，多新鲜呢！哎，嗯，哎呀，累死我了！哎呀，有那孩子，快快快搬凳子，让李先生坐。那、啊、赶紧坐吧。凳子搬过来了啊，李先生坐、啊。哎，可不易了，可不是到。哎，这是什么味儿啊？啊，
可不是有味儿吗？正找着呢，打外边，孙悦进来了。哦，很是那个，这还没尝出来呢。哎，怎么回事啊？这好嘛，齁的这是，谦儿气的。孙悦，嗯，带着李先生，带这把椅子出去，都走。李先生也出去了，椅子也出去了，孙悦也出去了。啊啊，他这撸胳膊挽袖子。啊，桌上什么都有。啊，有黑板擦，哦，有尺，哦，有裁纸的刀。嚯，把刀拿起来了。嗯，要动手，插在桌子上。嗯，今儿我跟你们拼了，玩命。像话吗你们啊？嗯，刚说这么一句，外边喊了，嗯，发月饼了，发月饼。这天8月15，哦，德云社发月饼，嗯，孩子们开门，呜，都出去了啊，都抢月饼去。于老也出去了，我也得走啊，一人一块儿。哦，德云社发月饼有一特点，嗯，每个人的馅儿都不一样，这靠什么分呢？按人品来，你们就缺德吧，人品越好，馅儿越好。哦，人品越差，馅儿越次。哦，都什么馅儿？谢天顺先生。嗯啊，冬虫夏草馅儿。哎呦，这非吃死不可呀！这高峰啊，人参馅儿。好，这死他前头。啊、李文山先生。嗯，鹿茸的，这也更好了啊。孙悦。嗯，芝麻酱红糖的。好、哦、这口。哎。于谦老师，我呢？荞麦皮的，没听说过，太次了吧？这是人缘太次了啊！呼噜呼噜呼噜出去了，嗯，一人攥块月饼回来，嗯、一进门，老师这儿瞪着眼，还没完呢，这劲儿，那可不是吗？别以为今天八月节我就饶了你们了，没完，门也没有，是知道吗？挨着最近的是岳云鹏啊，岳云鹏，嗯，什么馅的？说，于老师，嗯、啊，五仁的，五仁。不要脸，嗯，吃五仁的哦，我怎么是荞麦皮的呢？这嗨，就别现了，这是，哼，自个儿这揣兜里把荞麦皮的、啊、得拿回家续枕头啊！哎，还用呢是吗？拿来啊！于老师，这就噔，一把抢过来了。嗯，不要脸，吃个五仁的就不要脸了，牙长齐了吗？吃月饼？哦。我教你们了吗？这还用教？今天这节课教你们吃月饼。嚯！拿这五仁的，于老师那嘴打开了，跟台钳子似的。至于吗？咬下去了，就剩一边儿。一口咬出月牙来，你瞧，给你这个。哇！小月眼泪都下来了。那是。接过这月牙贴脑门上，嗯，开封有月宝青天，嗨，就改这么一边了呢。接下来搁在手里看着月牙，嗯，小月哭的都不行了，嗯，8月15合家团圆，啊，天上月亮都是圆的，嗯，我这是月牙的，哎，对，就剩一边儿，嗯，我不要了，都给你吧，扔课桌上，扔桌上了，啊，于老师把这嚼了，嗯，还喘气呢。苦叉苦叉啊！不，这别提这个。郭麒麟啊，郭麒麟，你那什么馅儿的？他什么馅儿啊？老师，我这白松露的。什么叫白松露？一种菌类啊，黑松露、白松露，这是哎，现在算是最高级的食品了。哦、黑松露的价钱和黄金相等，哎呦，白松露的价钱和钻石相等，嗯，太珍惜了。嗯、松树底下出了一种菌类、啊、就是现在来说市场价白松露每一斤是17万人民币。你们家这钱就这么花了，白松露的比荞麦皮的好，气坏了。那是，拿来啊，给我，啊，哎，这什么动静？这什么动静？这是就是说给我，给我说连了啊！我干嘛说那么快呀？我抢过来了啊，搁在桌子上。嗯。一伸手把这刀抄起来了，这是不要脸，哎，没有要脸的了，小小年纪吃这么好的东西。嗯，你那牙长齐了吗？啊，又没长齐。今天是一个特殊的时候，哦、8月15，对，我们这堂课要谈谈吃月饼的典故，还有典故。想当初，嗯，这个天哪，不是现在这个状态，哦，
那是无极世界。无极分有极，有极分太极，太极分两仪，两仪分三才，三才分天地人，有了人世界上才有了战争。三皇治世，五帝为君，尧王访顺，舜访大禹，禹王就没有往下传，传给了儿子，这叫夏传子，家天下。从此之后江山代代相传，传到了夏桀王暴虐昏庸，才有汤武起兵伐夏，建立了殷商，一代代传下来，传到了帝辛，也就是纣王，昏庸无道，宠信妲己，才留下十不该这万古流传。这怎么意思？一个月饼剁了四刀，横两刀，竖两刀，九块儿，对，加上刚才的那月牙是十块。好，这块还没饶了，摆好了。孩子们啊，老师说话是有用意的。是殷纣王荒淫无道，留下了十不该。哦，你们要好好听，要知道什么叫十不该，都哪些？你们不要做纣王。哦，孩子们想了想，谁能做纣王啊？就说是呢，他干嘛呀？啊，于老师拿起一块来，一不该将妲己招进了公园呐，就着就吃了。二不该杀姜后太子喊冤呐，这点学问。三不该造柴盆文武遭难，加餐。四不该修露台狂花面前，五不该猜老少砸骨烟损，六不该抛孕妇烟女烟男，什么玩意儿这是。七不该讲洋人弯曲了双眼，八不该比干丞相弯曲了分官，九不该摘星楼上设板谣言，十不该将皇家父子逼翻了五官呐。吃了吧，嘿嘿，好嘛，一块都没剩，十块月饼吃完了，于老师很高兴，是仰天长笑。哎，这一乐意使劲不要紧，怎么呢？听身后边嘟，还没出来呢。谢谢啊，这主持人不是外人，高峰的媳妇儿，馋了是怎么着？你这什么毛病？你不如你媳妇儿。哎嗨，没有这么比的。但是说句良心话，在一后台啊，嗯，我最偏向就是高峰。是吗？因为我们俩关系不一般。好，我是天津人，高峰也是天津人。对，我们俩之间，我就是当年啊，我跟高峰他姐姐，我们俩哟，怎么意思？我们有过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嘿，这事儿说说呗。哎，那么大岁数，你有意思吗？啊，这多，你怎么好听这个呢？求知欲，这叫求知欲啊。那你应该上学去。这您就说说，就是当初搞对象，年轻那会儿，谁没个十七，谁没个十八呀？说的是，就在天津那会儿，我跟高峰他姐姐，我们俩交往过。哦，他俩姐姐，俩姐姐长得可好看了，是吗？啊，高峰不好看。他姐姐长得随他父亲，好看，哎，好看啊！高峰呢，随街坊啊，随街坊，这人有随街坊的吗？随邻居郭大爷，没听说过，不好看啊！那姐姐沉鱼落雁，闭月羞花，好看，最好看是他大姐，哦，大姐比我小两岁，可能是哦，但是那会儿追他姐姐追不上，是吗？越好看的女孩，可能人家撑着捧着很高贵，追，哎呀，怎么也追不到手，我挺着急。啊，就来回想，后来知道有一成语吗？叫什么？百思不得其解。是这么解释吗？百思不得其解，就是怎么想怎么得不着人姐姐。当然到后来他姐姐倒是就同意了跟我交往。那不挺好？一块交往了有半年多吧。那不短。半年多，后来就分手了。哟。分手，哎呀，就挺难过。嗯。之后他就结婚了。
哦，结婚了，结婚一年就离婚了。嗯，我可开心了。嗯，你呀、啊，但是一直就没见着。哦，嗯，一直到后来有两年吧，嗯，才见着一次。哦，嗯，就有一次，因为那会儿也是心里不是滋味，怎么回事？你想啊，跟我分手了，也一没找着合适的啊，天天我就出去进外边喝酒去。哦，有的时候一想起他姐姐来，就心里难受。嗯，有那酒吧我就去了。哦，坐那儿喝酒，酒吧老板都认识。嗯，又别扭了哈。喝点酒吧啊！嗯，来个陪酒的吗？啊，嗯，来个东瀛女子，你要吗？东瀛女子，东瀛女子，净看录像了啊！哎，您好进步，嗯，来一个吧。嗯，一会儿一挑帘进了一个。嗯，大爷，喝酒吧。嗯，山东的呀，山东东瀛吗？嗨，山东东瀛的呀，出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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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那会儿心情不好，哎，得看什么都不行、啊。我记得有一回是夏天，什么时候？嗯，路过他们家，下大雨。哦，哎，他爸爸在门口，快进来，进来，进来，都都湿了，叫进来，进来，进来。我一去，哟，一进门，嗯，四口人，哪四口？老两口子，俩闺女，哦，都在家。高峰没在家，嗯，快快快，给拿毛巾让我擦，那湿了、啊。哎，叔叔阿姨好，嗯啊，姐俩都在这儿、嗯，我是有点。挺害臊，抹不就不好意思，毕竟有这一层啊。人家姐俩反正也没往心里去，哦，聊会儿天吧。嗯，一会儿功夫就得有夜里十二点了，晚了，雨是越下越大。嗨，我说我走，他爸说你哎呀行了，嗯，就住这儿吧。哦，我说这怎么住？嗯，就一间房。嗯，一间房，现在谁家还住一间房？他们家是一三居室，还是的。然后那两间屋装修都揪着这屋睡觉，啊，这太别扭。我说这怎么睡啊？嗨。我们老两口子睡床那儿，嗯，你就睡高峰那小床，哦啊，然后那谁那个大闺女那儿有个折叠床，哦，二闺女睡沙发，哎，凑合凑合一宿，天亮你走你的吧，是睡吧，嗯，躺下了，翻过来掉过去睡不着觉，嗯，他们家人有一特点，睡觉打呼噜，是啊，连男带女都打呼噜，全都打，打呼噜说梦话，还说话，大姐打呼噜说话，说什么？过来呀，嗯嗯。这是他说的还是你想的、啊、这个哎呀吓死我了吓死我了、哦、吓死我了不搭茬不合适搭什么茬啊不敢对对是不敢他爸爸说话了、嗯、谁敢东弄死谁啊嚯、哦、他妈说话了、嗯、孩子乐意别拦着嘿哈他二姐也说话了他说什么这什么好事我先来什么好事对，说相声说的都是编的。哎，这段是真的。这谁说的？谢谢吧，这个、嗯、也没有别的手艺、嗯，就会说相声。是，难得各位您这么捧。嗯，能力一般，水平有限、嗯。但是现在也知道，一天比一天岁数也大了。哦，不像当初了。零五年、零四年那会儿还觉着不累呢。嗯，站在台上说，堂堂堂堂说四五个钟头、五六个钟头没事儿。是，现在多站一会儿就觉着累。啊，尤其是我们这行没黑没白的，嗯，啊，国内演出有时候演完了到家，嗯、大半夜两点三点都有，对，是不是？晚了，有的时候特别晚了，就是园子躺会儿吧，啊，就别折腾了。谦儿哥也经常是这儿，都忍了。有时候给孩子们说着活呀，嗯，后台开个会，完事一弄好，早晨五点了，那么晚，再忍会儿吧，嗯、忍会儿吧，六点、嗯，六点走，嗯，哎，谦儿哥有时候就早晨六点，嗯，回家，六点到家门口。迷迷糊糊都困得不行了，嗯，正走着，打他们家楼洞里跑出一男的来，嗯，一丝不挂，光着，于谦打着过，嗯，啊，嗯，哎，有病啊这人啊，真是，这人看着于谦，嗯，谁让你回来那么早的？哎，什么人呢这是？什么人呢这？就说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就说我们这行的不容易，那是不容易，还是真是。送去一份祝福吧。谁跟谁的祝福啊？平时没事呢，看看书，嗯，还得多学习，嗯。你舞台上的东西，你老得推陈出新，都是我们的老师，嗯。京剧啊、评剧啊、大鼓啊、梆子、地方戏，嗯，这些个你都得学，都得看，靠谱，都得搁在台上。但是我们跟人学，那是一点皮毛而已，嗯。我还是什么都爱看，我跟谦儿哥不一样，
我比较喜欢看这些传统的曲艺形式、艺术形式。对，他喜欢那些新潮的什么歌舞啊，是什么什么什么摇滚呐、啊，嗯，这类东西他行。嗯，我就看老戏，看什么别人都不看，我爱看呢。传统戏曲，哎呀，山东梆子我也看，哦，河南豫剧，嗯，剧团大团演的我也看，小团的我也看，地方戏我瞧过。我在河南拍戏，嗯，闲着没事就看他们那个小班啊。哦，民间剧团唱戏，我一看能看一晚上，就那么上演，好玩。怎么好玩？民间剧团唱戏有的时候净出错。哦，我看过河南戏的《封神榜》。哦，啊，演员的词儿也没准儿。嗯，黄飞虎反五官，好戏呀，啊，《封神榜》嘛。嗯，带着兵往外一走，走来走去，走到这个地儿。嗯，哎，这大将连说带唱。哦，啊，正往前走，抬头看，嗯，眼前来到一座关呐。我唱这么两句啊，嗯，眼前拦在了潼关，潼关不知道什么所在，什么人这是？不知道什么所在，你说出来。眼前来在潼关，不知道什么所在，这不是人话了。带我下马一关，还得下马，嗯，上写三个大字，嗯，潼关，这是仨字吗？这个，你这玩意儿多可乐啊！他不比听相声可乐吗？这出错了。封神榜唱到后边啊，唱到黄河镇才好玩呢。怎么意思？黄河镇吗？啊，这个有人跟姜子牙作对，哦，然后疆场上打起来了，嗯。这边是赵公明，哦，大花脸赵公明是骑着一个黑颜色的老虎，黑老虎。这边是燃灯道人，他呢骑着梅花鹿，哦，骑鹿。两个人在地上说话，嗯，说来说去说呛了，嗯，这个说。上了老虎了，那个转身就上了梅花鹿了，坐骑这儿开打。嗯，哎，上老虎的时候，俩人有唱，唱上。赵公明把黑虎跨，上老虎了。赵公明把黑虎跨，对，骑老虎上。哦，那边燃灯道人，我上梅花，上梅花鹿。燃灯道人上梅花鹿。嗯，这儿一开打，是这一唱唱错了，怎么错的？赵公明问上梅花，哎，嗯，上错了。这边这乐了啊！你去了梅花，我去啥？嗨，这也唱啊！嗯，我的老虎你骑吧，嘿，我骑老虎我害怕，别唱了。这说的是。谢谢啊，嗯，你这刚几点？你说你们俩就走了？这嗨，没事儿啊，年轻，什么乱七八糟的？你们就别跟着起哄了。人俩人打后背都看出脸红来了，怎么看出来的？啊，是上洗手间，上洗手间了啊！你都知道，圆满成功哟！废话，谁上厕所不得圆满成功啊？好吧，好吧，好吧，好吧。嗯，哎呀，我自己有时候也乐，你这行多好玩哈。嗯，站在这跟大伙儿聊天儿，看啊。不过这个日子天也越来越凉了。是，各位出去的时候一会儿抹抹脑就有汗没有？别着，别冻了，注意加衣服。对啊，注意保暖，保暖思淫欲啊。这嗨，到您嘴里就别扭，这话。现在这个天啊，嗨，冷也不叫冷，热也不叫热。哦，据说想当年有一段时间，冷是真冷，热是真热。怎么？不，当年我也不知哪个年头啊。啊，据老前辈们说过，哦，那会儿来说天儿特别的热。哦，怎么个热？哎，家里养鸡养鸭子不敢放出去。哦，一出去太阳一照，刺啦，全熟了。就这么热啊？就这么热？鸡鸭子出去就白天街上没人。怎么上班都晚上，啊，哦，白天一出去太阳一照，刺啦，头发就没了，就晒头发都掉了。啊，你看那秃子都是那个年头留下来的。您这越说越玄乎，这就热，秃子都是那年头晒留下的。对啊，不对吧？怎么不对？秃子可以分多少种？分多少种啊？好些呢。你说说，你比如有秃子啊，人家前边没头发，后边有头发，那就太阳晒的。这怎么晒的啊？前面没头发啊，哟，啊，今天阴天，出去玩去吧。嗯，啊，开个门，刚一迈腿，太阳出来，刺啦，哎呦，把前面晒没了。啊，赶紧关门，后边留住了，包住一半。对啊，不对啊，还有的前边有头发，后边没头发，太阳晒了，
怎么晒的？那是打外边回来。嗯，阴天哈，慢慢走，不着急。哦、快到家门口了，太阳出来，刺啦。哦，后边晒没了，前脸进屋了，挡上了。对了，不对，怎么呢？还有的人秃子就是整个都没头发，就两边有头发，太阳晒的。怎么晒的？跟街上正待着，太阳出来了。嗯，这可怎么办呢？哎，捂住的这是，当间刺啦没有了。哦，不对，怎么呢？还有秃的一种叫花斑秃，脑袋上这有头发，这没头发，这有头发，这没头发。你们家这亲戚可不少。谁亲戚？有这样的呀？太阳晒的，怎么晒的？出去，哎呀，哟，太阳要出来，这可怎么办？哪儿藏？啊、这有棵树。啊，躲到树底下哦，太阳一出来，刺啦、啊！有树叶的地儿有头发，没树叶的地儿就秃了。这好嘛，嗯，真能想主意。哎，就这么热，你看我这个嘛，啊，就出去，太阳哟，太阳出来、啊，赶紧来个桃搁这儿。哎嘿，好，这桃叶的了。哎、嗯，当年热是真热，哦，冷是真冷，冷、啊、哎，冷一般来说，棉袄穿七个，嗯啊，外边再套一大皮袄，哦。要一般说穿一个大衣出去，家大人都说说什么？这孩子是裸奔呢？啊穿大衣裸奔呢？家里吃饺子打醋去吧？去去了，弄一瓶子醋回来。哦，脚下一滑，哭嚓一下子啊，瓶子碎了。嗯、啊，吃不了了，照吃不误。怎么呢？瓶子碎了，把醋拿回来了。哦，这就冻上了，那是大酸冰棍儿。嗨，还酸冰棍儿？哎，人走到街上，谁见谁都是一拱手。嗯、啊，哟呵，嗯、啊，您出去，哎，出去。拱手没有握手，握手也亲，手有汗，啊，一握手，你好，嗯，好久没见了，是啊，再见、嗯，哎，你跟我走，我跟你走，这好嘛，这就沾上了，这就找一茶馆，嗯，来大壶开水，哗一浇啊，这才打开，哦，交朋友，交朋友是这么留下来的，好家伙，这还落一古语了，那可不呗，交朋友那错不了，那年头真冷啊，是啊，真冷，上厕所没有带纸的，那。干嘛呀？上厕所你是非常熟悉的，对吧？您比我熟悉，嗯，我只是比你说的细致。您就说怎么就您奔厕所了，哭嚓哭嚓，嗯，一出了身体就冻上了啊！拿纸一擦，夸，对，纸碎了，哟，还弄一手，嗨，太恶心了。当时的人出来啊，都带着一个打屎棒。您这出了圈了，您编的。打屎棒，这挂着一皮套，嚯，还有打屎棒跟这儿，嗯，一上街都是。哎呀，行行行，哎，很文雅，那错不了。嗯，到厕所都是，嗯，往这一蹲，哦，哎，方便完了，是。苍啷啷啷啷啷，哎呦呦，还那么大响动，哟呵。您再打冲那边行吗？啪！好家伙，打完了。嗯。就跟没那么回事似的。哎、哦，后来这棍儿越研究越值钱了啊！是吗？到厕所都比。哦。啊，怎么这一蹲？那会儿都公共厕所嘛，是吧？对呀、啊。螳螂螂螂螂。哦。仁兄，您那是什么的？嗯。花梨的。真糟践东西，您这紫檀哦，哦，我这是象牙的。哎呀，我、哦、这镶了一个戴帽的头，管什么用啊？哦，你看我这还刻了一个于谦的脸。我呀，赶紧磨了去这个，就这么讲究，这也太讲究了。谁出门都得戴。哦，嗯，也有个例外吧？忘了。你比如说，就忘戴了。又出来太慌促了，对、啊，都蹲在这儿了啊，都裤衩完了，嗯，没带，哎呦，没带，嗯，找旁边人借，这也能互相借吗？哎，嗯，大姐，嗯，你先，对对对对对，蹲一块儿了是怎么？大姐像话吗？说的文言词啊？什么文言词？您也在这儿，大姐呢？哎，这嗨。太别扭了，这地方用我没带着棒儿。哎呀，嘿呦，还棒儿！借您的棒儿一用。哦，人商量，嗯，人家这主，嗯，拿过来，行，我就喝去。这太愣了，这个接的时候不能这么抓啊，还有规矩。你这么过来，这么抓，弄一手。哦，夸到这儿了，往外让。
哎呦，拿这手叼他那腕子，啪，接过来，接过来，啪，啊，用完了之后，谢谢，嘿，好，太这头也一让，哎呦，这才接过来，哎呀，就这么讲究。你这要没留神捋在嘴里头多难受啊，就当芝麻酱和红糖了。哎呀，太闹得慌了。哎，哦，就这么规矩，借，哦，借。哎，还有呢，还有这要是旁边没人怎么办啊？包场。什么叫包场？厕所就一人，急急可可进来解裤子啊，扑嚓一下子，嗯，忙完了这才发现没人。对了，哎呦，这可怎么办？是这又哎呦哇啊！这哎呀，有办法？什么办法？赶紧站起来，嗯，找一墙角一使劲，嗯，干嘛？把它坐进去。这位你的话。谢谢啊，谢谢。这一说一乐，有人说：“哟，说这多脏啊！”嗨，列位想开点吧。嗯，仨钟头老说文言，我是能说。嗯，你们非得骂街不可。听相声图一个开心，哎，乐呵也是。可能这东西不太适合吃饭时候说，是吧？嗯，但是呢，您得这么想。嗯，人吃五谷杂粮，谁也离不开这个。嗯，你说你，哎呀，我有身份，哦，我有钱，我是个高雅的人，我不上厕所，那你是个貔貅啊！哎嗨，从古以来，高雅不是装的，嗯，孙子才是装的呢。哈，好多事儿犯不上，嗯，对，那倒是。哈哈一乐，嗯，把这玩意都撕开了，人生不过如此。哦啊，听完之后喝，挺可乐，挺好，挺好，得了，咱们出去试试咱们这棒儿吧。哎，这好嘛，这边儿，哦，啊，什么叫这边？哦，就说这个意思啊。嗯，我有时候也愿意说点这个，爱跟大伙儿逗。嗯，尤其喜欢台上台下，咱们就是搭个下茬啊。嗯，有个互动啊。嗯，这个艺术是允许的。是，你要是高雅音乐，听个交响乐，看个芭蕾舞，啊，你跟底下跟人搭茬，保安非把你扛出去不可。哎，那不让，能受到一个特别不高雅的待遇。哦，是不是？嗯，挺好啊。现在我们俩人其实挺知足的。哦，俩普通的民间艺人，民间闲散艺人，嗯，领着一帮孩子都没工作，嗯，指着这个养家糊口，我觉得挺好。就指这吃嘛。包括现在于老师家里边大房子，哎嗨，大别墅，大汽车，嗯，小马，嗯啊，改小马了啊，小马一个大狗，啊，小保姆。什么词儿？您这是先你早先你敢想吗？家里有点活都自个儿干，是现在行了，嗯，雇了保姆了啊，有阿姨，对不对？保姆在他们家天天的给孩子弄吃的，啊，楼上楼下做卫生，嗯，有时搭把手给洗个衣服，对，过去敢想吗？啊，那没有，是不是？保姆挺好，我见过他们家那大姐，是不爱说话，对，不爱说话，嗯，啊，跟谁都客气，就俩仨字儿，哦，见着我就是郭老师。就仨字，多一个字人都不说，规矩啊！跟他媳妇也是，就仨字，嗯，啊，是太太，哦，跟他也仨字，嗯，不，先生，嗯，去，至于跟我老说这字吗？你不知道因为什么，反正不，先生，啊，反正挺有身份，挺有身份。那保姆哪儿都好，就说话嗓门大，是吗？不，先生，快点吧，这就别嚷了啊！后来谦哥说的，谦哥说，我什么都没做。啊，你也不要这样撕心裂肺的喊。对呀，啊，家里还有客人呢。啊，我就对你一个条件。嗯，说话小点声，小点声。哎，这保姆真听。哦，对不起，对不起，嗯，说话小点声。对，我跟谦儿聊天。嗯，对脸坐着喝茶聊天。嗯，夜里十一点半了，保姆干完活了，嗯，过来到于谦耳朵边，嗯，我先睡了。哎，这好嘛，你还是大点声吧。我说这个意思。哎，挺好，生活条件也好了，嗯，好好说相声吧。对呀，啊，这么些人都喜欢咱，是不是？嗯，前些日子我们出国演出，嗯，什么澳大利亚了、新西兰了，都转了一圈，也挺好啊。相声出国干商演挺不容易，是是不是？多努力，而且现在相声不管是真繁荣、假繁荣吧，嗯，反正大伙儿都觉得这里边有钱赚、有卤啊，都能跟这里边蒯一勺，嗯啊，出了不少相声团体。不管怎么样，嗯，有就比没有强。哎，那倒是，大伙儿都好好干，挺好，嗯。我是一直认为这个，嗯，而且这个玩意儿谁好谁带着，那可不，谁好谁带着，谁也替不了谁。嗯，就别瞧这帘儿啊，嗯，别瞧这块布，我们老先生有句话：退出去之后，
死活就是你自己的，那就看自己，谁也救不了谁。对啊，我这人打小孩就很传统、嗯、老先生讲话灭高人有罪、哦、谁好咱们就服谁、嗯、人家好咱跟家生气那没用，那可不吗？没用。我们有时同行反正也 不全这么想、哦、我们有同行特别愿意把郭德纲弄死，呵，其实犯不上。嗯，您干您的我干我的、嗯、您挣八个亿是您的能耐、哦、我吃的棒子那儿饽饽那是我活该、嗯、就你干你的我干我，你别人把我弄死、嗯、我死了你也卖不出票去、嗯、哎呀，是不是、嗯、不是说我死了你就满座了、嗯、这东西跟我死了说你就会了那是两个概念，不挨着。再一个你说我真死了这门艺术就够呛了，嗯，这嗨，是吧，嗯嗯，这些日子德云社有一大堆小剧场的专场，嗯，我们叫德云社小剧场演出季，嗯啊，已经陆陆续续的开演了，在德云社各个剧场，每一场演出呢，新浪都现场直播，为了让大伙儿多看一看、哦、多听一听啊。是，这会儿我们有时间了，陆陆续续我们俩也就参加这些演出了，哎，大伙儿多捧啊，就是谢谢您各位，嗯，谢谢，谢谢啊，这个相声演员四门功课，哎。坑蒙拐骗，这谁说的、啊、叫什么来着，说学逗唱，说学逗唱，嗯，唱分两种啊，一种是本门唱的，一种呢是学唱的。对，本门唱叫太平歌词，嗯，说相声必须要会太平歌词，哦，因为这个叫唱，除了这个之外你再唱京剧评剧梆子大鼓唱歌什么的、嗯、都算是学。是，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请于老师唱一段。嗯，干嘛这嗨，您说了半天您唱，你以为我白说吗？我说的目的就是让你唱，你这是非让我唱的吗、哎、你来那个欧巴刚的 style。 于老师在我们这行业里边算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英年早逝、嗯、这死了、啊、不是这样的英雄，在这个年能找到他，我觉得这个事儿，这什么乱七八糟的？你们想听什么？只要你们说得出来的，啊啊，有一个破伤风，来吧，这我好，你先来一破伤风，啊、我再来一狂犬病、啊。哎，你咬人不咬人啊？什么破的、啊？唱歌是吧？嗯，哦，行，于老师给你们唱一个好吗？真唱，谢谢各位啊！唱什么？江南 style， 江南 style， 这他真不会，这他会跳啊！我那像会跳的意思吗？您瞧瞧、嗯，你的仇人可不少。嗯，您替我来跳一个，我跳不了啊。那个于老师唱摇滚唱的非常的好，先摇一个吧，好吗？啊、然后再滚一个。嗨、哎，摇滚那就唱什么？你们说吧，于老师会很多。一无所有啊，别唱一无所有，老唱那没意思啊，一无所有那捣乱，换一别的、嗯、啊，假行僧，假行僧，哎，假行僧倒行是吧，最近我看想起假行僧来了，那个好声音那儿有一唱假行僧、嗯嗯、微博净给我回复的，于老师那儿有一唱假行僧、嗯、那你就来个假唐僧吧，假唐僧啊，假什么来着，假行僧，假穷僧，假行吧，假行僧什么都行，来吧，唱几句好吗，来吧，我们掌声鼓励喽。假行僧啊，我要从南走到北，我还要从白走到黑，我要让人们都看到我，但不知道我是谁。假如你看我有点累，就请你给我倒碗水，假如你已经爱上了我，就请你吻我的嘴。就这么几句、哎、唱得好听，哇、嗯哦、谢谢，我也爱你、嗯、祝你们仨幸福、嗯、好巧，歌唱得好，词写得也好、啊、假如你看我有点累，就请你喝一杯水是吧、啊、这水什么来着，水，哎，这到底是为了粉膜、啊、这智力名言、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请于老师唱，干嘛老我唱，他们喜欢是吧，老百姓是真好忽悠，您唱吧，我唱我就唱不了这个
很时尚的这些个。谁说歌不也会？我唱的都是老歌，我那歌老歌我们也听，对吧？大腰在冬季，大腰在冬季，就会一句啊，轻轻的，我将离开你，请将眼角的泪拭去。太有味儿了。那个歌叫什么名字？哪个？你爷爷我小的时候就在这里吗？没没没没，什么？我爷爷？对呀、啊，你看一点都不抬杠，算我嘴欠我呢、啊。我还会一个那个了，说吧。晚风轻拂澎湖湾，白浪逐沙滩。这好。唯有椰林缀斜阳啊，这是一片海蓝蓝。好嘛，哎。我就会这仨歌，不可能，其他的再唱就不会唱了。唱点别的，剩下这小曲小调还行、嗯。唱小曲你们听吗？好、哦，大半夜你说你们不回家，哎呀，我跟你们说点什么好？这是啊、嗯，这都是卖了房来的。好，背着住这啊，那我就唱一个小曲吧。好，小曲很多地方都有，北京也有，天津也有，东北也有，上海也有，各地都有。嗯，咱们来唱一哪儿的呀？东北的。上海的，上海的，有上海人吗？嗯，上海娘，哦，刚上海我啊，他都不说话，内蒙的这是，哎，这好，哪儿的？这孩子说，什么地方的？武汉的，我不会，来给轰出去，这个简单，这个简单，哪儿的？东营的，打烟喝酒吧，哎，多快乐哈，嗯。好，刚才唱了三个小曲儿，什么时候唱的？我以为唱完了呢 啊！我是天津人，我给你们唱一天津小曲儿好吗？啊，好，唱一个盼情郎吧，好吗？啊，嗯，这个小曲儿的名字叫《切勿更调》哦，啊，就留下这么一段来盼情郎啊。好，一般就唱全了，据说有十六七段哦。我等什么时候有时间了，我带着我们那弦儿，我那徒弟郭鹤鸣唱回全的。今儿咱们就先唱一咕噜，你先尝尝好吗？好，嗯。那是这个一个大姑娘啊，晚上坐在屋里啊，等爷们儿啊，什么呀这是？不是，哎呀，等男朋友，啊、男朋友没来啊，这娘们就急了，这嗨，好家伙，那搅和啊！啊，您唱吧，天津的小曲儿啊、嗯，一更更儿里呀、啊，月影儿照花。哎，蔡呀郎定下计了，他说今天晚上来叫丫鬟打上四个两的那个酒啊，四个的菜碟儿啊，摆也就摆上来呀、啊一碟子咸白菜呀、一碟子脑海蛋、一碟子炒虾仁啊，还有一碟子炭黄菜，凉爽啊，快煮，对桌面的那个摆呀，单等着我的那个财郎来呀，饮也就饮酒来呀，呀，好，好听啊，天津小曲啊，哎。嗯，再唱一东北的吧，好吧？哦，唱一个于老师最喜欢的《青楼悲秋》。我干嘛单喜欢这段啊？你是喜欢那个地方？能碰见您，我给你订的包间啊，唱一个《青楼悲秋》嗯，一个在青楼工作的一个女技术员啊。什么玩意儿？就别解释了。反正心里不是滋味吧，是吧？啊、坐在那儿唱这么段小曲儿啊，来吧，这个跟刚才不一样了。哦，这个比较舒缓。哦，哎，皓月呀，当空啊，如同波舟啊。有姑娘们坐就在青楼啊，斜倚栏杆紧皱眉头啊，斜倚栏杆紧皱眉头
头啊，我有心从良啊，跟着那庄稼哥们儿走，怕的是起早贪黑不得自由啊，一顿一个带眼的窝窝头啊，我有心从良啊，跟着那说相声的走，怕的是抽烟喝酒精烫头啊。谢谢你了，天不早了，我怕你们累。我累。你们这不是听相声，你们这是看杀人来的。好吧，难得大伙儿这么开心啊，是都大半夜了还这么喜欢听、嗯、我们也无以为报，可不大伙儿让谦哥死在这儿呢。这我呀，给大伙儿再演一个一什么呢，嗯，其实我没有谦哥会的多。您就客气，您客气，真的啊，您太客气，你瞧要死这样的。哎，这什么话，这就谦哥其实唱戏唱的也不错。没有没有，真挺好，唱戏可真是一撺掇就有、这个、老百姓真可爱。你这犯坏、你才犯坏了、你犯着狱、嗯、其实后台有一唱戏唱的好的、嗯、高峰，那请上来唱。高峰，高老师，高老师，过来吧。他唱戏唱的，哎呀呵，这都知道我师弟高峰。哎，大家好，范老师的学生，对，范导爱的那个、哎、啊，说着说着就上胡话了。啊、了了，他们两个人特别高兴、啊，您别这样说、啊，俩人住一个小区，街坊、啊。有一天，他们俩吃完了晚饭呢，别回来了，重、哦、说呀，是怎么着？刚才他没吃，哎，这回也不吃。再说一遍是吧、啊？这个我刚替您可做了广告了。什么广告啊？嗓子好，他跟我说的。这事儿您都给说出去了，调门高。我不知道，早先嗓子不行啊。那后来吃完屎之后，他、哎、这假行僧唱这么好呢？哎呀，俩人就不一样的一啊啊，还不一样啊。行了，嗯、哎，对。于老师不要捣乱啊！就是捣乱。我们正在跟高老师这聊天，哎。你要是捣乱，你出去啊！拐弯有抛热的啊！您别过，嗯，这个您什么意思吧？唱一个吧！哎，我在这唱一回，说您唱的好啊！哎，那行啊，也别唱一回，说来好几十句也受不了啊、嗯！就听你那高音儿啊，就为这高腔，我跟您唱前面，到最后一个高腔，您嗷嗷一嗓子就上去啊！行行行，听着您这先天条件，哎，您也学习学习，好不好？好吧，哎，就是。你瞧，我还真是头回听。哎，我老这么溺爱你，我告诉你，哎、这叫什么话、啊？我们来个穿林海，跨雪原，气冲霄汉，这可高。好，再高一点。你这是要疯啊？这是，这叫什么话呀？这够高的，前面这儿低，后边还得翻呢。你甭管啊，有这个把握。哎呦，一会儿您给指导指导。您客气，您客气，哎、您客气啊。再高一点。嚯、哦！不都说你能唱吗？怎么起这么低干什么呀？哎呦，这是打嘴里出来的声吗？这，哎，这是打哪儿出来的声？这坏人在这儿呢吧？你这是吃了一锅饭出来的，我这高不了，就到这儿，就这意思了哈。再、啊、一个，后边您我也考虑您啊。行行行行，尽您所能吧。穿林海啊，最高，就、哎、这儿了。哎，可以。林海，嗯。跨雪原，俺俺气冲，哦哦哦哦哦！我的妈呀！小汉呐、啊！谢谢谢谢谢谢，哎嘿嘿，大家的鼓励是对我的鞭策，哎嘿嘿，我借你棒而一用吧，就是画着你的那个，没听说，您这都快拉出来了，一点声都没听见。